各位同學早晨，今日謝 Sir 咧會介紹六個形容詞咧，去形容一啲人嘅喎。咁第一個字係 smart，S-M-A-R-T， 意思即係話嗰人咧好聰明喎。我哋睇下例子 ，Lily is a smart girl. She has a lot of ideas. 話咧，阿 Lily 咧係一個好聰明嘅小女孩喎，佢有好多嘅點子。第二個是 brave，B-R-A-V-E， 意思即是話個人好勇敢。例子有 Jenny is a brave girl. She would not be afraid of anything. 意思即是話 Jenny 咧係一個勇敢嘅小女孩，佢咧唔怕任何嘢嘅。好，下一個是 pretty， 意思即是話漂亮的。P-R-E-T-T-Y pretty， 例子有 Snow White is a pretty princess， 意思即是說白雪公主是一個很漂亮的公主。第四個有 Honest， H-O-N-E-S-T， 意思即是說誠實的，說那個人很誠實你就用 Honest 來形容她。例子有 An honest kidWould not tell any lies. 一個誠實的孩子咧，係從來都唔會講大話噶。第五個有 confidence, C O N F I D E N T, confident， 即係話嗰人好自信喎。我哋睇下例子 ，Tim is confident that he will pass the examination.即是話阿 Tim 咧，佢好有自信喎，佢覺得自己會咧 pass the examination， 即是話可以喺考試嗰度咧取得合格喎。好，最後一個啦，我哋有 patient，P-A-T-I-E-N-T。patient 咧，如果係名詞咧，就話係病人咁解。但我哋今個星期咧會講形容詞啊嘛，咁所以呢個 patient 咧係形容啲人咧好有耐性喎。就好似睇一個例子 ，Kimberly is patient with her plant. She will take care of it every day. 即係話 Kimberly 咧，佢好有耐性喎，對啲盆栽，佢每一日咧都會好悉心咁去照顧佢。好，跟住我哋睇一睇，我哋今個禮拜咧會講邊六個英文字母啦，英文字啦。第一個係 smart， 意思即係話聰明。第二個係 brave， 勇敢的。第三個是 pretty， 漂亮的。第四個是 honest， 是誠實的。第五個是 confidence， 有信心的。第六個是 patient， 有耐性的。請大家好好練習啦，然之後喺積少成多咧，就默翻出嚟啦。多謝各位同學嘅觀賞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